警告过你。金融呢，就是有钱人玩的游戏，老百姓呢，就是这个游戏的牺牲品。丛林呢，是有丛林的法则，但是江湖呢，就有江湖的规矩。我是给过机会你的，可惜啦，你又破坏了规矩，那你要付出代价。午夜是荷尔蒙最躁动的时间，夜店是一个大型狩猎场，没有囊中之物，只能各凭本事。当然这里也现实， VIP 鄙视卡座，卡座鄙视散台，散台鄙视陪酒，但无一例外，所有人都鄙视没钱的。没有，夏小姐好。林飞，到你了。小姐，我好了，你看。你好了。我觉得这个裙子怎么这么长呢？哎呀，小姐你别闹了。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好点没？你说你又不能喝，喝那么多干啥？神经病呀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let's enjoy the crazy time! 有请飞飞登场！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，嗨起来！你就没来过。哟，那我们可得对你温柔一点。女神潇潇。来，坐这边。哎，今天我叫大家来，就是给大家一个发财的机会。公司马上要推出新的 P2P 产品宝利一号，年化收益率24%。
今天我把话放这儿，公司绝对不会亏待业绩好的人。啊，大家好好努力，啊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女，刚才舞跳得不错啊，请你喝杯酒，我先干为敬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喝酒。我的错，我的错。来，不够是吧？够了吗？够了吗？喝酒。秦总，他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来，我替他喝。小香，这里不关你的事。喂，喝了。给秦总个面子，把酒喝了。嗯，秦总，人家是新来的兼职，你不要见怪嘛。好的好的，我喝多了吗？什么情况这是？喂，看看你自己，你都穷酸样，你想让菲菲跟你一起过苦日子？伯父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加倍努力。别做梦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滚得越远越好，不要再来纠缠我女儿。菲菲，菲菲说句话，菲菲。李飞，李飞，世道好轮回，曾经饶过谁？在这座人口3000多万的城市，很多人像我一样想成为有钱人，他们说金融最有机会，只要够拼就能赚到钱。这就是我的工作，理财顾问。关哥，哎，咋了？哎，你上个月业绩那么好，怎么弄的？就这么，就这么跟他聊啊？好。
伙伴，大家早上好！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耶！宝贝们，我问你们个问题：钱是什么？说白了，你们能够挣到的叫钱，你们挣不到的就是一堆纸。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凭什么有的人可以住在豪宅，开着豪车，穿着几万块钱的西装，戴着几百万的名表？为什么？啊？因为选择。今天在这里，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选择，一个能让你们成为富豪的机会。老李一号。 年化收益率百分之二十四，单笔佣金百分之八，你卖的越多，你赚的就越多，上不封顶。当你们拿起电话打给客户的时候，只要你们的客户没有去死，你们就绝对不能挂断电话，因为他是你们的衣食父母。 认认真真看清楚你周边的每一个人，看清楚了，因为在不久的将来，他将坐在新款的保时捷里，旁边坐着他年轻貌美的妻子，而你呢，住在破烂的出租屋，想着信用卡里还没有还的贷款，这是你们想要的生活吗？不是。 这是你们想要的生活吗？不是。所以你们要抓住这次机会，用财富去解决问题。你们都是未来金融界的精英。好。本月的销售冠军将拿到集团提供的这100万现金奖励。你们想不想要啊？想。 大点声，我听不清楚。想，拿起你们的电话，迈开你们的腿，穿梭在人群当中，以终为始，为你们的客户服务。这100万，就是你们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开工。喂，大爷，我是小刘啊。 哎，对对对，没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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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阿姨，您看一下我们新的理财产品。哎，小姐，你好，先生，了解一下宝利一号吗？看一下我们的宝利一号，我们年历。你好，你好，可以了解。哎，先生您好，您看一下我们新的理财产品。哎，谢谢，您可以多了解一下，我们真的不是骗子。您看一下我们新的理财产品，你好，你好，您可以看一下吗？宝利一号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不要。怎么样？发几张？就几张，一张都没发出去。三张，100万，加油，加油！他年化收益率是24%。来，阿姨您看一下，哎，您看一下，新。哎，阿姨，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宝利一号吗？哎，大爷，您好，了解一下我们宝利一号，收益特别高。100万，加油！妈，我回来了，你等急了吧？对，我是凌飞，我在这儿，别怕啊。妈，喝点水。妈。
你肯定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饭吃，在这等我。秦总，陈默，你想要征服这座城市，在这里立足，你就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。不要尊严，不择手段，你才能够成功。背井离乡来到这里，不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吗？尝一口试试。秦总，这你会喜欢这个味道，来。啊，这就是生活呀，连空气里都是金钱的味道。叔叔阿姨，大家好，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理财心得。我们用数字来说话，今年的 CPI 也就是通货膨胀率4.2%，银行利率呢只有1.75%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我们的钱放在银行里什么都不做，到年底贬值了2.45%。物价在涨，房价在涨，通通都在涨。什么不涨？银行利率不涨。那我们如何才能让钱生钱，钱滚钱呢？这里面可大有学问。那我今天就讲给在座的各位听，其他人我就不讲了，因为他们的脑子还不够灵光。我们聘请了美国华尔街的投资管理专家，这30年来我们研究了美国的纳斯达克、标普500、英国富时、香港恒生，我们已经把股票都研究透了。我们选出了全球最赚钱的30只股票，做成投资组合，叫做保利一号。它的年化收益率达到了惊人的24%，你投的越多，你赚的越多。大家也都知道，现在世道难，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少，赚钱也越来越难。先到先得，今天我在这里就答应大家，以后让你们躺着也能把钱给赚了。张叔在哪儿？张叔，张叔，张叔，来，上台。站长，张叔，您孙子今年10岁了吧？我没记错。张叔，我给您孙子准备了一个小红包。是吗？张叔投了我们保利一期10万块钱，今年连本带利一共是12万。谢谢秦总，
我决定这钱继续放你这儿，将来给孙子上大学用。好好好，谢谢对我们产品的支持。好，哎，小心点啊！当然了，今天上台领钱的绝对不止一个人。王姐，哎，这么多呀！王姐是我们的 VIP 客户，从保利一期开始，从10万块钱开始，一直跟投到现在，今年连本带利一共是32万。谢谢秦总。当然发大财了，来，你们拿好。好，这么多呀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说实话，每次给大家发钱的时候，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我父亲去世前。我父亲去世前一再地提醒我要学会回馈给大家。其实成就了你们的同时，也就成就了我。我们这一期的保利一号年化利率达到了24%，但是我们只有15天的投资窗口，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，下一次上台领钱的就是你。让我们感恩保利一号，感恩秦总。亲爱的投资人们，请大家到两边我们理财顾问处进行登记和申购手续，谢谢大家啊。谢谢大家。来，大家先往这边走，大家不要急，不要抢啊。每个人都有，你看一下，小伙子，真这么赚钱吗？阿姨，眼见为实，你刚也看到了，那个王姐、张叔，他们都拿到钱了。都有啊。那要是亏了怎么办呢？阿姨，我就这么跟您说，一方100个心，我们这个产品，保赚不赔。西瓜，西瓜，阿姨，这是送给您的礼品，每人都有，你就拿着吧。来来，这边请。谢谢啊。这边出来啊。待会儿走后门，别让人看到。好。美女，下次有活还叫我们啊。好，低调点。哎，谢谢啊。谢谢。秦总，今天账户咱们签单多少啊？80万呢？800万，800万，老大，你简直神了你！800万，这简直是印钞机了。秦总，你能不能跟我分享分享您的成功秘诀啊？对啊，老大，你跟我说一下，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厉害？首先你们要有觉悟，啊，能把钱交给你的人是比亲人还要信任你的人，所以不要去做销售，要跟你的客户做朋友，做亲人，做亲人，懂吗？亲人。做亲人啥意思啊？秦总，我知道你不缺钱，可是
对不起客户吗？当然缺了。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聊。换个地方聊聊。什么？接孩子？走吗？好，你们先喝着。哎，哎，好好，我去趟洗手间。你们先慢慢玩啊。嗨起来！亲子们走。回来啊！别动！老实点儿，我打劫。钱包给你。我不要这个，我得劫色，劫色，你别动啊！别过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人呢？救命啊！打我！人呢？打我！使劲！你这他妈真打呀！跑！现在就跑，跑，现在跑！你没事吧？伤到了吗？你，沉默。你是？我是凌飞啊。凌飞？凌飞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条件？24%的利息，付出去不嫌肉疼吗？对大部分人来说，年化10%，都抢着有人要。空手套白狼，那我有什么好处？秦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没有我你怎么办？还好都在。谢谢你救了我。刚好路过，没想到会是你。
哎，喂，陈总啊，对，我陈默，我都已经到你家楼下了。陈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好巧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就住这儿啊。你去上班吗？哦，对啊，那我要去上班了。我送你上班。可是你不是要拜访客户吗？我刚给我客户打电话，他没时间。走吧。谢谢。走，上车。来。小心。我这有个项目，周期短，风险低，年化率多少？15%。笑笑，你算是老灵通的。来来，我们干杯，有钱大家一起的。李总，打款日期快到了，您考虑的怎么样？我考虑一下。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。王董，祝我们合作愉快，干杯。好啊。对，手臂打开。好，手放这儿，很好，小朋友都做得很好。沉默，你怎么来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特别想见你。哇！谢谢。小朋友去休息一下吧，你们休息一下。夜里藏花一度，梦里踏雪几回。沉默，你别对我这么好，我……你不要多想，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小心！妈，哎，来，我给你捡，我给你捡。妈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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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妈，我在这儿呢，凌飞在这儿，没事啊，没事。阿姨，我是陈默。妈。明天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里啊？暂时保密。能，这些加起来，认购3000万。佳佳啊。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小礼物，这还差不多。但是你别忘了。放心吧，钱下周直接打到你账户。嗯。
秦总。坐惯豪车，是不是有点不习惯？我还是更喜欢电动车。坐好没？走吧。走喽。张阿姨，哎呀，夏晨又来了。阿姨您好，我是刘飞。这么漂亮，夏晨的女朋友吧？来，进屋。来，小晨啊，多亏你给修好了空调了，你看现在屋子里多凉快。阿姨，您这会儿还跟我这么客气，您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哎，哎，菲菲，阿姨是上次我参加那个公司的投资会认识的。你不知道，那天几乎所有的人都投了，而且我们那项目还有两天就封盘了。两天呐？哎，那我还能投吗？别人可能不行，但阿姨您当然可以。好，你等着啊。哎。在这里头，哎，怎么没了？啊，哎，这是我的棺材板，30万，我也投投你们的保利一号啊。阿姨，我保证，您啊，以后每天在家里等着收利息吧。哎，阿姨你坐。哎，阿姨啊，我呢，今天把那个合同也带来了，哦，你也看看。哎，我信着你了。哎，阿姨，我呢，今天把章也都带来了，您啊，在上面摁个手印，咱们这事儿就成了。哦，好嘞，阿姨，您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您就给我打电话。我马上就过来。哎，我信得过你。过来。怎么了？郑阿姨是独居老人，这些钱是她全部的积蓄。陈默，你这么做不太合适吧？菲菲，你要相信我，保利一号是我们公司今年最大的项目。你那天没有在现场，你在现场你就知道。这真的是个保赚不赔的项目，我这是在帮阿姨。可是当年我爸就是因为金融投资才欠了那么多钱。陈默，我觉得菲菲，这些都过去了啊，你要相信我，知道吗？小陈，吃水果。阿姨，我来。我帮你，你慢点。菲菲，我的心你是知道的。蓝色也行啊。这些年，我对你的爱一直都没有变过。我这么努力都是为了你。我们在一起好吗？
点声。打开看看，好漂亮啊！喜欢吗？嗯。那么开心啊！对啊，是陈默送给我的，挺漂亮的。小姐，我先走了，去吧。潇潇，原来你喜欢这个类型啊。吃醋了，我最中意的就是你啊。嗯，如果我能让你得到你想要。来，喝一个。哎，你为了林飞下血本啊，又是租车又是送礼物的，顺利拿下，可以啊。拿来。什么呀？我这没人的大红包啊。红什么包啊？玩玩而已。玩玩？你做那么多事儿就是为了玩吧。西瓜，你不要告诉我到现在你还相信什么真爱之类的吧。想当年那个贱人仗着自己家里有钱，把钱甩在我脸上羞辱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有钱了，我会用同样的方式羞辱他。哎，合着你演那么多戏，你就是为了报复？对，就是报复。我没有钱，你觉得他会看上我吗？你傻不傻啊你？可你这么做，你对林飞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哎哎，林飞，陈默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啊？签得不错，第一笔就签了个大单子啊！我没有看错你，继续努力，我保证你今年年底有房有车。秦总，这杯酒敬你，感谢你给我机会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有钱我们大家一起赚。哎，女神说的对，等等我。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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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秦总，上次对不住。别傻站着了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喝酒尽兴就好啊，来坐。潇潇，没想到他酒量这么好。
那不是因为秦总你有魅力吗？不光我跳得好，酒量也这么好啊。没有，是我秦总。你们大家玩得开心点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秦梦，秦总，照顾一下。哎呀，第一次见面真是不好意思，那天主要是我喝多了，所以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，你完没完你？我的事不需要你管，现在才说不要我管，当初是谁求着我要我一些救美的？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你看看你现在自己，要钱没钱，要女人没女人。你他妈先管好你自己再说。行啊，沈墨，我没本事，我没资格管你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想当年那个贱人仗着自己家里有钱，把钱甩在我脸上羞辱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有钱了，我会用同样的方式羞辱他。好酒量，来，给你跳舞，咱们来呗啊！我觉得太少了，来，大口大口啊，像我一样。好酒量。漂亮！哎，来，对不起，我要先走了。菲菲，别那么着急嘛。来，快点睡，缓一缓。谢谢。前大陆嗰边进账3亿，但秦村有转移财产嘅动向。我真系冇睇错呢一个人。小陈进来吧。九条。哎，张阿姨，今天家里有客人啊？都是街坊邻居，没事就玩会儿。啊，来，进来。哟，刚。哎呦，刚他来的。三桶。阿姨，这是您这个月的利息，您收好。哎呦，不要，这么多啊！这个月利息是6000块。哎呦，谢谢啊。没事。什么生意啊，这么赚钱啊。哎呦，郑阿姨啊，什么买卖一个月6000块钱钞票啊。郑阿姨投了我们的保利一号，年化率是24%。高好强这个。哎呦，那我投10万块钱多少利息啊？2000。安全吗？赔了怎么办？安全，你看
这不每个月都给我送利息来了。哎呦，这么好、啊！哎呦，小伙子，来来来，您给我们说说看、啊。好好好，来，阿姨，这是您的，你看一下。保利一号。来，叔叔，这是您的。6000000，保利一号，年化率24%。哦，真不错。相当于以后，我们每个月都会来给你们家，给你们送利息。哦。哎呦。哎呀，那是真的好。谢谢你呀、啊。林飞，脚擦了，好嘞，倒个水。哎，等会儿我啊。这孩子真好，真不错呀。阿姨，我给您按按。哎，我儿子要有你一半好，我就开心喽。阿姨，从今天开始，您啊就把我当您的亲儿子，啊。哎，对，凌飞怎么最近没来呀？伙伴们，本月的销售冠军陈默，让我们为他加持。看到了吗？只要肯努力，你就能逆袭。今天你们在这里亲眼见证了一个百万富翁的诞生，你们还想这么混日子吗？看看陈默，他曾经跟你们一样，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逆袭成功，成为了销售冠军，拿到了100万现金，你们心动不心动？心动！想不想要100万？想！恭喜陈默！努力，努力，再努力！努力，努力，再努力！耶！秦总，西瓜呢？西瓜因为这个月业绩不达标，已经被开除了。陈默，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职场不相信眼泪。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陈默，陈默，陈默，你太厉害了，真厉害。
放心。哎，我再上五十。我也要买，我买30。来，您在这里摁个手印。这是大家借阅的利息，都拿好啊。是啊，又发现。我就说呀，相信小陈呀、我就说应该相信小陈啊。你看他按月给我送利息的，一个月都没落过。本月的销售冠军，陈梦。沉默，林飞，哎，沉默，沉默，林飞。雷薇他最近还好吗？你现在还想着他？听说他被一个香港老板给包养，不会再回来。午夜的世界，我把林飞弄丢了，也把自己的魂丢了。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爱还是报复。据本台记者报道，本市某第三方互联网金融公司因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现已被查封，用户回款时间拖长，资金无法按时到账，引发了市民的恐慌。非法集资导致该公司平台网络瘫痪。小小，我资金送的，你用的，需要把这笔钱提出来。
投资马上到期了，你现在提出来不但拿不到利息，还要付违约金的，您再考虑考虑，我有急事先挂了。新闻了，你放心，宝利一号绝对没有问题。秦总呢？秦总应该在办公室吧？秦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潇潇，你怎么来了？宝利一号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可是外面的行情真的很不好，所以我就……小娇啊，相信我，好吗？相信我。嗯，接下来我还有一个会，要不晚点我们老地方见。嗯，好。走，我送你出去。那我等你。青春，相信我，乖，啊！陈经理，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外边来了好多人！快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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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我也是，也没到账，有合同的呀。怎么会呢？银行查过了吗？退钱，把我的本金还给我。你有想来的银行吗？大家别激动，大家别激动，我肯定会找老板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骗子！你的意思是我们在忽悠你了？骗子！小陈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郑阿姨，我也不知道。求求你。把钱还给我们吧，我们这些钱是大家的棺材本啊！对呀，郑阿姨，钱投了保利一号，我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拿大家的呀！小郑，俺那利息还没有了，那么本金我也办了好了啊，好吗？小郑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去机场，快！好。秦川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把钱还给我！秦川，秦川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把钱还给我！我们从农村出来两年了，都说城里的钱好挣，这下好了，出来了就回不去了。回去又能干什么呢？当年的牛都吹出去了，
咱们没有混出个人样来，回去也是丢人。可是谁又在乎我们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呢？嗯，给，拿着。西瓜，西瓜，现在好了，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骗子，不是兄弟，都他妈骗子！你骂谁呢？你他妈骂谁呢你？你他妈死！骂谁呢？骂谁呢你？你放！你放！哥，好了好了，哥哥哥，酒鬼酒鬼，好了啊哥哥，不打不打，有病啊！酒鬼酒鬼，不仅是个醉鬼，还是个傻缺！走走走走。吃点东西吧，你肯定饿了。你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沉默，去自首吧。反正你也是被利用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你老板绳之于法，把钱追回来，给那些上当受骗的人一个交代。不论你最后的决定是什么，都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。你什么时候回香港？香港？我为什么要回香港啊？
咧就有丛林嘅规则，江湖咧就有江湖嘅规矩。我俾个机会你噶，我可惜啊，你又破坏咗规矩，咁就要付出代价啦。一年前我就放手将个大陆市场交咗俾你，你又好啦，一句说话都唔讲，咁就走咗去。这都不是我的错，是我踩灭了心窍，对不起。我早就同你讲过噶啦，呢一啲咧唔系任何人都可以玩到嘅游戏嚟噶。陈董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你攞我啲钱，你想走去边度啊？啊！将所有资料同我毁灭晒佢。哎呦，真是！郑阿姨，这是大家的钱，好好存在银行。小陈，小陈，小陈。最新消息，轰动我市的保利一号投资案已尘埃落定，本市警方快速出击，破获这起重大金融诈骗案，涉案公司高管陈某投案自首，将其非法财产上交。在此提醒广大市民，不要贪图高额利息，不要相信一夜暴富，要妥善安置个人财产。林飞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去做我该做的事。我真的爱你。感情
买不了悔恨，买不了家。宁妃，我会改过自新，脚踏实地，努力靠近幸福。我爱你。沉默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等你回来。我爱你。